3月8日，圣盖博希望十字会与希望中心为圣盖博市警察局 K9 警犬募款仪式在圣盖博警局举行。圣盖博市长 Dennis Machaca、 市议员丁延瑜、希望十字会创会主席周平博士、会长李青瑜以及希望狮子会的相关干部共同出席了当天的活动。现在我们圣盖博警察局门口了这一次圣盖博 K9 的活动。博 K9 呢，每年他们都需要募款，不只是保险，还有他们的一些培训的费用。那希望我们的希望之声能给予一些的那个支持，所以我们就主持了这一次的募款。然后他们也希望我们每年一直持续做下去。本次筹款活动是为警局 K9 警犬 Bedley 和 Eddie 购买管理和受训的必需物品以及安全配用物品，以保障他们的生活品质和日常健康保险的需求。 Bedley 和 Eddie 与平时培训管理他们的警员 Paul Ponte 和 Robert Brada 担负着学校巡逻、稽查炸弹、毒品、参与破案等特殊任务，以维护圣市学生和居民们的安全。We're here today to celebrate the San Gabriel Lions Club for their generosity to our K9 unit in San Gabriel. We have two dogs. You met Eddie today. They need training. They need insurance. It's a very difficult and dangerous job. And so the Lions Club, what they're doing is helping us make sure they're safe.And that makes our community safe also. It's the first time the Lions Club has lent their support, but they've committed to lending support every single year. 今年初，圣盖博市议员丁延瑜得知 K9 警犬每年医疗保险和就医自费额预算高达$3,500，而今年的保险续保日期已到，但尚需$1,200，便立刻和圣盖博希望狮子会创会会长周平、现任会长李青瑜一起。在圣盖博希望狮子会发起募款活动，狮子会的理事们带头捐款，不到两周时间就募集资金$1,200。希望狮子会表示，今后将继续为 K9 警犬募集所需资金。全美电视台记者圣盖博士采访报道。